能选 B 吗？为什么第八题不能选 B？ 因为分解运动不是让食物向前进，是让食物搅拌混合，在原地搅拌混合，而让食物推进的是蠕动，所以答案必须选蠕动。那为什么答案不能选 A 呢？因为你倒立的时候也可以吞咽，所以地心引力帮助不大。OK， 嗯，好，所以第八题，谁写错了？谢谢你，我写错字了，扣一分。好，搅拌混合。好，所以这里的 B 分解运动是搅拌混合的功能。